买小兔子的，咱们家有兔子。那有买小鸡的。买小鸡的，那好，咱买两只小鸡吧，咱们家正好没有小鸡了，是不是啊？那小兔子会孤单呢。走走走，看看在哪儿了。有小狗狗。哇，真的是呢。还有小仓鼠。小狗狗。啊，小仓鼠。小仓鼠。我也想要一只小仓鼠。哇，这个小宝宝好可爱呀、啊。我也想要。哇，这个小兔子也好可爱呀、啊。哇，这小鸡在这儿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只要小朋友呀，让我买给你买，我就给你买。那好吧，看在小朋友的面上，我给你买几只吧。买四个。你给叔叔说吧。你自己挑吧。来，自个挑吧，挑上四只，挑稍微旺一点的啊。啊，一只。你要想挑一只，十块钱一通，你要的话可以挑比较那个比较活泼的那种啊。再来一只，哇，两只了，还有两只呢，再挑两只，再挑上两只。看着挑吧。哇，又有这只，再来一只。拿个纯种的话，一般价格都是偏高一点，都是700左右。再来一只，快点啊！好慢呀！快点，挑好了没有？哇，好小的小鸡宝宝啊！宝宝来，拎着吧，拎着回家放箱子里吧。